南投县政府七号早时伫咧营盘国小办理社区治安演习观摩活动，县长柯淑华出席活动，并且颁奖表扬营南、上野、南港、新南等等治安工作，绩效并感激以为社区。县长指出，特别是营南社区守望相助队，得到赖进步治安标杆社区，会当恭喜社区的开幕。为了感谢长期维护社区治安的社区消防相助队，县长柯淑华今日来到营盘国小活动中心参与社区治安演习观摩活动。趁着活动一开始，颁奖表扬南投市营南社区、罗国乡中雅社区、水里乡南港社区、甲民间乡新南社区。就这几个社区这次呢，在我们内政部的评比当中呢，都是得到了这个卓越而且是这个绩优社区的肯定。那尤其呢，我们营南社区呢，更是拿到标杆社区这样的一个殊荣。所以我想在这里要恭喜这几个社区的这个卓越的表现，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努力。那未来县政府我们在这方面的这个社团的资源上面，我们也会加强的来筹组。我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所有我们的议会的议员相当的支持我们警力的工作。我们会继续的来努力，也会加强跟市公所未来在重大的事件或者是在协勤工作的时候，更加紧密的来合作。我们站在地方我当里长非常重视我们的消防相助队，因为所有的治安问题还是有些活动都是要靠消防相助队的帮忙所以我们站在里长妈妈非常感谢所有长官对咱的所有的装备的配合甲运作。营南社区指出，即个由因承办的社区治安演习观摩活动，安排避难所开设操作性别暴力预防甲通报、防诈骗宣导、社区治安协力营造工作坊等课程。未来我们市公所也会投入更多的这个资源跟这个经费，不管在协助守望相助队上，或者是每一个社区角落监视器的设置，我们都会尽全力来协助我们民众的生活，来让我们许多社区的干部以及包括守望相助队的队员都可以藉由一连串的一个训练跟培训，还能让大家有不一样还以及更先进的一些知识的补充。我们在地的守望相助队跟我们的警消同仁一直都是为了地方的治安来协助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很高兴今天那么多的贵宾一起来关心我们地方社区的发展。真侪大型的活动、观光活动的交通的这个协力，嘛是咱真侪所望相助队吼来做着协助，而且感谢大家。我想会当为咱家己的故乡来服务，是咱大家上大的心愿。柯县长表示，社区消防相助队除了平常时接受训练，重大灾害发生期间，也配合政府协助疏散，弥补警力不足的部分。未来县府会尽力提供设备、训练等社团资源。记者欣喜陈报道。